您的老伴儿后来就上那农场那儿。1968年从崇文区下到兵团哈，下兵团去，那一下，这一下就看上您了。不是看啊，这么东西都不来，你搞对象，他搞对象，都是当然的，都是很，当然不一定看就成功啊。看不动风景，听大悦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腾腾说北京。昨儿啊，咱发了知青大姐的故事，好多人呀、都特别的惦记她。今天呢，我们又采访了她的老伴儿，一位75岁的修车大爷。咱们听大爷给咱聊聊当时的艰苦环境，还有啊，俩人是怎么搞对象的。老伴儿呢，在家呢，没出去那个唱歌去。没出去，现在天冷了。天冷了是吧？不出去了。60年知道吧？嗯。有一批移民去东北。对，人问您从哪儿移过去的？从山东。从山东东阿。那里移民移到东北去的，十几岁就过去了是吧？我是15岁吧。那我们去的时候去叫七星农场，叫七星农场，原来日本在那待过，后来就搬到那个一个叫西宫市的地方，原来就是日本待过的地方，是吧？他那但是住房都没有了，他住房为什么没有了？拆了。他有4个炮楼子，一个脚上一个，不是日本，是俄罗斯待过。哦，对。后来我那就建了农场以后，我们就在那定居了。去一大批人呀、多了，我们山东去多了，去拉上火车拉的，现在拉少了嘛。从禹城坐火车到佳木斯，从佳木斯去坐船呢，到附近，从附近下来船以后，就坐汽车到了我们的六分厂，六分厂，我们叫六分厂后来又改为这个五分厂。从我那地方到东啊，大概是在100多公里。之内没有人家，没人哈，100公里之内都没人。但是人家到抚远知道不？知道抚远不？知道。到抚远，到秦德利，靠俄罗斯那边可能有人，我都不清楚了。反正我那往东100多公里，那是没人的，见不着人，没有人，基本是这个啊、原始那个样，但以前有人咱都不知道。冷啊，那边也，冷，大概是最冷的时候40多度，40多度啊，那你们就在那儿开地在那农场嘛，给你干活嘛，跟就是农场职工嘛，工人嘛，就干活呗。每月我父亲是32块钱。每月给32块钱。你家几个孩子啊？几个孩子那会儿？那时候我们我奶奶我也是，4、5个孩子。4、5个，就靠这32块钱。那你可那钱怎么办呢？哎呦，社会就那是国家就那样。那会儿您也干活了不？开始没有，我上几年学，上个30年学，我就不上了，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，不可能的。你在农村，说实在，你也说是上学那机会很少啊。是我说对不对？咱不瞎说，一个条件不允许，这一个都原因呢。你的老伴儿后来就上那农场那儿插队去。我老伴儿是68年，不跟你说了吗？他68年，从崇文。从崇文区下到兵团哈，下兵团去，那也叫七星农场，那行，到七星农场了，这一下就看上您了。不是看啊，这么东西都不来，你搞对象，他搞对象，都是当然的，都是很，当然不一定看就成功。你看您年轻，那不行，你看可不一定成，这是。对，您挺帅的。高中的、中学的搞对象有些，但是成功率很低的啊，但是您成功率真高，找一北京的，找一北京美女，您还我这，您还有福气了是吗？有什么福气？有福气，干活的福气，有收费的福气，有福气，有习惯。那当时是您看上他了？不是，这东西别谈，你就不知道。你老帮人干活是吧？不是那问题。谈恋爱哈，搞对象哈，咱们那东西非常复杂的，很复杂。不是说那个就一接触就能成功，这也不见得是问题。对，他那玩意儿说好多原好多原因呢，是吧？你女同志、男同志都你体会自己都一样的，基本上这个基于咱之间这个关系都是差不多。他原来不过一个连队的他是别的连队的，他是开武拖拉机是吧？当过出纳员喂过猪，做过饭也干过很多哈，生活都干啊。你也没去过，你们是年轻不去过，他这几十年前是那说才说的清楚。在东北也非常艰苦的，但精神也不一样。对，年轻啊，
对，不知道怎么叫受苦。那时候你六七年以后，这北京开始下乡是吧？啊，下乡也不是不一定是这个坏事。没错，是好些青年，我觉得对他们人生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那个好处的。真是，并不是说也不对，是吧？人生看问题，你不能说光站在自己立场，那也是下乡的时候。突然几年之内啊，上百公里全开发了，全有人了，这是好事儿。就是因为那个下乡人下乡以后，你到哈尔滨的、天津的、上海的，这各大城市往那跑，几年之内啊，一下把那个地区带动起来了。就那个地方，那个地区，那原来是沼泽地，嗯，基本是自然沼泽，几年时间，就变成一个种地了，种产粮食了，这对国家有贡献。大爷呀，举家从山东到了东北，又随老伴儿呢回了北京，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艰苦环境。可是现在呢，依然微笑面对。咱们在这儿就祝老两口身体健康，开心快乐。